签一个服装设计师王碧云，前面多少年了，没用。我才觉得跟你们打那场，你们才很有概念。
看他从小就运动的。飞啦，今天有全部都写，你跟我一家，让我听一下。我很高兴，我很荣幸。你吃了恐慌，那吃了恐慌症的药，刚下去吃恐慌症药可以有高一点，这样开打赢。开打就已经。他们会发疯啊！第一场叫我唱那句，我看着都不是啊，我看着都最后一场应该要唱，但没有注意看。你是来比赛还是来插花的？都要。热气氛，有好吃的巧克力，超好吃。秋款那个，对啊，对，好买嘛。对，李建会。